艺术在风左右，它去连接了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社区居民对于自己居住空间的一种再观看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居民他们也都可以成为创作者之一。那第三个，创作的过程当中，居民也跟这个社区的其他的居民又做了进一步的连接，产生了非常有趣的一种涟漪效果。它的造型又像是一些昆虫的茧，感觉像是一个家，就用家的概念又去呼应了这个整个社区，它本来就是一群人所聚集的，他们对于他们居住的空间是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情感跟一种想象，行经过这边的人或是骑车的人，其实都可以关注到他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转变了。它是一个参与式的一个计划，也就让社区居民来演自己，我们叫摆拍。你看到这照片里面的这些主人翁，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投射。第一个，让参与的这个民众了解到他自己生活的一种状态，然后在同样的场景出现两次，它产生了一个有趣的一种深度，就有了一种时间感，让这个社区的一些记忆被保留下来，被存留下来。